嘉义中嘉北医日前正式启用上新精准影像投影手术中心，同时设置两台电脑断层扫描仪、两套手术当中影像导航系统，以及一台多轴式机械手臂影像系统，为手术医疗提供加大优势。比如说，有脾脏的撕裂伤、肝脏的撕裂伤，那我们可以在同一次的检查里面就把这些病灶都找出来，然后同时让多科的医师，比如说一般外科医师、神经外科医师，还有血管放射科的医师一起执行手术，让他在同一次的麻醉下面就可以解决脑、还有脾脏、肝脏，还有甚至血管破裂的问题。那这就是一个一站式手术室的好处。该中嘉主任蔡元雄说明。符合是手术室的优势，伫结合着现代医学影像，手术当中会当及时观察到清楚影像，精准找到手术目标，减少手术的风险，达到医病双赢的效果。有时候病人在做检查的时候会出的状况，或手术的时候会出的状况，有时候要做导航的定位，还是有时候要做血管摄影。那譬如说一个动脉瘤出血的话，我们除了开刀要开到一半，我们需要做血管摄影，或血管摄影做到一半，突然需要赶快开刀。那传统我们都把病人送到急诊去做治疗，但是这样子更增加这个病人的风险。那我们在开放里面做，就一次把它做成，结合各个科啦，就是有内科医师、有外科医师、有 X 光科诊断科医师，还有麻醉科医师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得很好、很安全。该中间医疗杨仁忠表示，精准影像导引手术中心的引进，便于手术规划和进行。手术当中，在无刷动病人的状况之下，得当进行电脑断层扫描，也是黑光的摄影。相对传统的手术来讲，病人无需要往返检查室和手术室之间，会当缩短手术的时间和减少感染的风险，大大提升手术安全性。记者黄美佳观察报道。